看校园嘛，我就去跑了一圈，哎呀，累死我了，这一大圈的，还是体力好。嗯、啊。你们俩在干嘛？好了，看。没事吧？是。这样的，你怪我。就那边的男生那边可以加吗？也可以推一点点吗？还是因为男生大家太多，会推不动。我估计没啥用。哎，可以这样，这样也可以。那昨天的头发不是飞起来了？好，就是揉这一点就行了。好，来吧。3、2、1，开始。次世代若手スターがキュートなカップルを好演。チューチューを通じて甘い恋に落ちていくジレキュンスイートラブコメディ。元陸上選手で就活真っ只中のジョーティエン。即使受傷退役、将来也要在体育经纪人行业继续为体育事业发光发热。アスリートのサポートを夢見て就職するが。不好意思，我走错了。等一下。待っていたのは。却带不来任何收益的部门，我看不到他们存在的价值。俺様社長、ジーチェンのサポート。转发到你邮箱了。你整理一下，做成表格，格式参考附件。去附近的手作买3份冰激凌可送。半个小时回不来，就不用再回来了。这件事儿，周天记住，我们的梁子算是正式结下了。季总，季总，季总。そんな彼女の心の拠り所。秋秋，你担心他吗？秋秋と秋秋を通じて知り合った心の友。秋秋回家了吗？回来了。如果是你的话，我们还能多聊两句。能不能在一众路人当中找到你？谢谢婆婆。秋秋，周天。心を許した寝友は天敵俺様社長だった。抱歉，临时有事要失约了。最重要的是今晚一定要让我吃上川流啊。特意从川流餐厅把他们的金牌厨师团队请到现场。没想到平时这么强势的一个人竟然会有这种小弱点，竟然会觉得有点可爱呢。チューチューがつないだ恋の糸は徐々に2人の距離を近づけていく。新常林、風琴チンをはじめフレッシュな美男美女キャストが大集結。猫カフェを舞台に繰り広げられる2人の恋も見逃せない。信頼崩壊的纸条送了吧。我原来你也喜欢周天。どこまでもまっすぐな俺様社長と素直になれない見習いアシスタント、果たして二人の恋の行方は。因为我喜欢他。猫の手も借りたい恋。